酸酸草，红根根，我是脚的青森森，脚不让我进去闯。不是的哦。酸酸草，红根根，我是脚步轻森森，我从家婆门前过，家婆喊我进去坐，倒碗茶，冷冰冰，切碗肉，瘦筋筋，烤个馍馍，空心心。哪个在后头鼓眼睛啊？舅妈在门外头鼓眼睛。你舅妈喜欢听的，妈声音是啥用？不要让我舅妈听到了，不是。不知道谁大，应该我大一点吧，因为我已经二十三岁。对，玉米还没成熟，我已经回老家晒得黑了，不行了，而且我说我脸上都在掉皮了，被晒的鼻子上都在掉皮，有蚊子呀，有啊。境外十号开始跳舞。我刚才在干活，现在的话就休息一会儿，给大家直播一会儿。因为现在的话我没有上班，就可以跟大家直播时间多一点。如果平时上班的话就太忙，根本没时间跟大家互动、聊天、直播。是是吗？七十了呀。你们信了吗？谢谢，你们看我的手，看到没？表，啥子表啊？对，全是被花椒刺给那个的。为什么不用剪？剪刀剪了，你明年就没有了，只能今年丰收吗？那肯定要全身上，对，全肯定要看长远一点哦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年？用花那个剪刀剪，那你明年还收什么呢？对吧？而且我摘花椒是对花椒过敏。你怎么不参加你花仙子选拔呢？因为我没有时间来参加，因为要工作上班，所以说就时间不行。叫你男朋友来帮你啊？哪里有那么好的男朋友？我不是对阳光过敏，我是对摘花椒的时候对花椒过敏，摘花椒的时候过敏。该不会再偷懒？悄悄咪咪立马不要说破嘛，看破不说破。我贼了一天了，我说直播一会儿休息。呵呵，我要20号作业才能回来。我走了。回来的话，我们要去，你要带我去吃那个火锅啊。姐姐，你要带我去青海呀？花椒吗？不这一天。我去洗碗嘛，马上。钱嘛，你刚才洗的没有吃完。劳动一小时，直播60分，那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妹妹声音，对，妹妹不想摘花椒。你要回去就去，赶快点儿，等一会儿我就回来。了，马上。你回去跟奶奶说，不用做饭，晚上我回来下来煮吃。自己煮，自己说。我在直播，我咋跟奶奶说呢？吼，这直接吼。烦，听到没有？我想点。给奶奶跟爷爷说，今天晚上下来吃饭。我们奶奶会不会嘛？你给他说了吗？我们奶奶肯定要自己做饭的。奶奶做不做他的事，你说不说是我们的事。我晓得，我只是跟你说呀嘛。现在就那你快走了，快点走。现在不想走了，咋的？你让盖到身上你就安逸了，不想走。爸爸，拜拜。爬飞机，还你爬，听到没有？眼不见心不烦，真的是看到他妈我。你要是回来啦？管你屁事！你好好说话嘛，再好好跟你说话嘛，兄。不晓得啊。6:30。6:30，我弄屋了，我再跟你说。你弄你的屋马上，马上我还要给你放个鞭炮嘛哈。你放嘛。还要给你接家嘛。6:30你就可以把饭压起了。我要给你压饭。哼，你看。那是给你吃还没完了，你也是。哦。然后在这磨洋工。磨洋工。磨都没有给你磨一下。磨都没有磨一下，今天花椒。你说张子姐来了做啥子嘛？
对，很好听。爸爸喊你好好唱。嗯。好声唱吗？唱不来嘛，唱不到。然后爸好低调，真的是。哎，你喊他，他就是装乖。喊他好声唱吗？他不唱。爸喊他唱吗？他就在这儿唱。人家都在说好听，喊你快点唱一个。不跌都不跌跑，你唱嘛，没得事。唱嘛！掌声响起来！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期待期待，爸真的，快点来一首嘛！你要把音识了过来。哇，直播间都在陪爸爸唱。爸爸要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。爸爸说了，中国真的没人才了，差不多。你说的他不唱了，就是嘛，不要说的对了嘎，说了他就不唱了，你看。不说嘛，他还在那偷偷的唱两句。他说：“对，爸爸也是能歌善舞的哦，你不要看着现在年纪大了，还是有点实力的。”哥。嗯，那是当然的，必须的。啊？必须噻，不是我女子你那么跳舞跳得好啊。爸爸说必须的，不然他的女儿能跳舞跳这么好吗？对对对，我跳舞跳到现在的话，就全靠爸爸，基因遗传的好。高爸爸，那必须的。欢迎爸爸来一曲，他现在不唱了。爸爸唱过人气爆棚，就是嘛，他又不唱，谦虚的乖。你老爸很年轻啊，不年轻了。这山上没菌子吗？山上要很远的地方才有啊，这个地方没有。你们看到没有？我前两天我去打菌子，打了一倍很多很多的菌子，吃了烧纸，脚都给我打烂了。第二天成推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妈呀，把我桶里下楼梯都要扶到那个。走，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下楼梯，而且脚还给我打烂了。我们这背后有蘑菇，鹅蛋菌，还有那个青冈菌、杨柳菌、酸酸菌，还有啥子？大脚蝌、死毛蛋儿、牛肝菌，什么菌子都有。对啊，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，就是这样的。